想看我吃播？不要，难看死。嗯，东西好吃啊，但脸还好。对啊，烧肉会难吃是不太可能啦、啊。对 啊, 啊，真的，如果 跟你吃，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。就西人，你只要弄恁白肉钱的，最好是不好。哦，那蛮好吃的，谢谢。你现在坐在蓝袍基尼的车上。哎呦，炫富哦！老板回啊，抽车子可以抽的。是啊，你一个鳗鱼饭500块呢。看看他衣服上的 logo， 他吃这个真的算便宜。我衣服上的 logo，、你别安尼比就对啦，哈，咩老贵，我在请示你啊、喔，请示你啊，不是你要吗？自己做的，人送的哦、喔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真的拢食平价的，对啦，确实啊，我对吃真的还好啊，我不喜欢吃餐厅，而且主要是要好吃。大家在讲控吧跟卤肉饭，我讲真的，这我非常的专业，脏话，我还是觉得真的是脏话的是最强的，我没有说它难吃，我还是会去吃，可是就是。没有，就是要比的话，真的是彰化的是最强。我讲这个故事，我以前最喜欢吃的是烧肉，是那个酱屋。然后因为洋葱喜欢吃金城一山啊，金城一山是我学长开的，我还是觉得说就还好，你不能说我学长开的，我就觉得他很强啊。后来去吃，还真的好吃。那你之前的评价是来自于？我之前没有去吃过啊，只是洋葱就说哦那个超好吃啊，洋葱的话我就不信啊。你们可以去啊，傍晚上可以去啊。你今天工作？你工作回来可以去吃啊。太虚假了。今天啦。虚假层面。想看我吃播？不要，能看死。嗯。东西好吃啊，但脸还好。嗨。千万不要看他吃播。我们又不会去讲别人难吃，我是说好吃的还有更上面的好吃啊。口味很。对啦，口味很主观啦，我是说我比较少去吃嘛，我不会说难吃，我就比较少去吃。对啦，想要下陷阱是不？要干咩嗨啊？对啊，烧肉会难吃是不太可能啦、啊、就是看哪一间氛围你喜欢而已。对啊，真的，如果跟你吃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。就是人，你家拢恁白肉钱的，最好是不好。哦，那蛮好吃的，谢谢。对啊。我就这啦，饮料店必备料，每一间都有每一间厉害的。对啊，看心情啦，你可以礼拜一喝这个，礼拜二喝这个啊，就跟开车一样啊。真的假的啦？啊，你确定这发言可以吗？我都是国产车啊，我礼拜一开三菱啊，礼拜二开吉美啊，礼拜三再讲啊，开头塔，没有头塔，头塔卖掉啊。礼拜三我开那个啊，斯巴鲁啊，怎样？国产啊，日本进口的而已啦、啊。我们这不是炫富吧？我那些都是老车呢，有什么好炫富的？为什么我换到蓝宝基尼的那个，我按到呢？这边要跳掉，你现在坐在蓝宝基尼的车上，我按到的，坐好，你没有系安全带，今天开牛哦，阉牛啦，阉牛，哎呦，炫富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啊，老板尾啊，超车子可以开什么？这戏啊。你讲话难听呢、欸，大货雷才能听。我们来杯饮料。对啊，祝你。现在就是难以言喻。是不是你在想着颁奖那一天啊？哎，怎样啊？很 emo 现在。emo 个屁！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啦，得奖就是。你有没有难以言喻是吗？现在就是难以言喻。是不是你在想着颁奖那一天啊？不是啊。是不是很严重啊？不是，你知道难以言喻的地方在什么？我打开外送平台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。水饺。那就水饺。要吗？水饺。对啊。哎。怎样啊？你不用因为听这首歌，然后就觉得情绪不需要这样。很 emo 现在。emo 屁、啊。好饿哦。屁。哎呀，快看啊！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对了，山东饺子。山东饺子，好像不错。好，好，现在点个东西吃，算了。看起来不好吃。这间明明好吃。是吗？我刚才把店名讲出来，你就要收回。没有，看起来啊，真假？好，他明天要尽孝道啊，那嘛，真的假的？有哎、欸，他跟 James，完全没听懂他讲。
吃蒸饺好吗？问谁啊？问我的朋友们啊。你的大冬天很烦哎、欸。那天，那我们吃蒸饺吧。陈子，女同学约你去厕所，不要去啊！啊，陈子，陈子，上课加油啊！啊！陈子，女同学约你去厕所，不要去啊！啊，陈子，再见。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？陈子，上课加油啊！啊！陈子，女同学约你去厕所，不要去啊！啊！陈子，再见。心脏好痛。你体检报告脸都没出到红字，因为长太丑。医生是说，医生说我心脏没问题，但是我脑比较不好这样。哎、欸，有人问你说还有机会可以见面吗？见面？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你讲完心脏问题，然后有人就问你说还可以见面吗？这是不是听起来不吉利？哇，你很闲是不是？有点，我现在很紧张。紧张什么啦？体检报告出来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说脑子有问题？没有，我提想要我体检报告。你体检报告脸这边是不是都红字？因为长太丑。我心脏，心脏好痛。啊，你失恋了，心痛吗？不是，就心脏，我心脏出了一点问题。认真。所以我不能受到一些太大的刺激。多大叫太大的刺激？真的啦，我讲真的，他们都以为在讲干。我讲真的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体检报告今天出来。你讲那个东西就是有红字，然后你就去检查一下就好了。而且人家要工作，你不要坐在里面。真的、哦，对，那是别人的问题。你可不可以听完医生的那个之后，然后你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些好消息？医生是说，哦，医生说我心脏没问题，但是我脑比较不好这样。我脑看起来就超健康。哇，听起来笨，你管我什么？有吗？我脑超健康的，看人家关心我说，春风你要保重身体。好，好，虚伪，谁？谁那么虚伪？保重我的身体的。那谁？哪里没有啊？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人关心你啊。有啦，但我不认识字吗？有啦，刚刚就有一个问我说你心脏要保重啊，真的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有人问你说还有机会可以见面吗？见面？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你讲完心脏问题，然后有人就问你说还可以见面吗？这是不是听起来很不吉利？哇，叔叔老了吗？没有年纪，我38了呢。对啊，你38了。38了、啊、，Yeah， Match 大哥。那大哥，如果票房很好的话，你要不要招待我去拉斯维加斯找你啊？你是很穷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去哦。没有啊 ，Match 大哥太有钱了，要帮他花。你有心态、啊，大哥太有钱了啦。真的，我们有一次去美国，然后遇到 Match 大哥帮我们买单的，然后带我们去吃，带我们去吃东西。麦吉大哥真的是非常照顾我们的人。麦吉大哥说，超级电影明星，他不是说我会拍这部片是因为大哥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哎、欸、不是打电话，我们去吃饭，然后他说我去带点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老乡，我的 KN， you know， 我这样笑会 OK， 这感觉得罪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会啊，大哥。大哥是对我超级好的，对啊，他看你可以，超级恩人，心脏不好，脑子不健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对我他对我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他对我比柯震东好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心脏也赢不了柯震东，脑子赢不了啊，这边也还好这样子，我不便秘。可能是大哥知道。